好，我们先来看这台 Minota 的这台 Alpha 7、哦、这台在台湾比较少见、哦、那当时日本才有发行的、哦、这台有原厂的这个相机背带、哦、那它用的这个电池、哦、是这个 CRES3A 的这个电池、哦、我们刚刚已经要放测试的进去、哦、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、哦、它这个镜头是这个 Tamron for Minota 这个、哦、100-300、哦哦、1:1.5-6.3、哦、那镜头大家可以看一下镜、哦、头状态镜、头大致上是还 OK 镜、哦、头大致上是还 OK 可以看一下、哦哦、那它这台是底片相机刚、哦、开始我们拿到也以为是数位的结果不是、哦、它是底片的、哦、它这个这边拉开、哦、这底片式、哦、底片式、哦、可以看一下底片式的状态然后打开，我在这边 off on 这边 off on 这边就可以打开。它这个也还有字可以看到可是因为它可能用蛮久了，我可以看一下它这边还有这个字显示啊，所以可以看一下，它这边还可以显示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，它的快门还正常可动作，对焦也正常，好。那以上就是这台 Minota Alpha 7的这个视频，谢谢。